今天比赛的话，我觉得可能第四票吧差一些，其他几票的话，我觉得发挥的还是能展现出自己的水平吧。第四票可能有一些平时训练上就有一些信心上的不足吧，然后今天比赛的话，就把平时训练的问题暴露出来了，希望回去继续加油吧。很紧张，因为世界赛参加了两次，都是比混团或者混全，这次比那个年会比的是单人，所以对我来说有点太紧张了。那这次比赛前他有跟你说什么吗？他就在站到后面跟你说加油啊，下一个备战就去冲奥运会吧。